467集。所有人都吃惊地望着大步流星走向阮玲秀的新娘，新娘手中拎着的那块金光闪闪的板砖不知晃花了多少人的眼睛，而她盛怒的容颜却比金光还要耀眼，如盛开到极致的桃花，美丽妖娆，又蕴含着勃勃生机。刘商真君面上露出诧异神色，心中却缓缓松了口气。当年如玉真君陨落，却曾陨落过此事。如玉真君不只是拯救万千修士的英雄，更是瑶光的栋梁。他的陨落是瑶光巨大的损失，对他唯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后辈进行补偿，是瑶光高层没有意义的决定。只是没想到这丫头看来任性直率，却一口拒绝了当时的补偿，于是才有了答应她三个要求之说。可谁又能想到，堂堂落霞门门主之女竟然提出这样荒唐的要求。若是别的男子也就罢了，娥皇女英甚至可以传为美谈，可偏偏是洛阳，是对女子退避三舍宁折不弯的洛阳。不说他也是元婴修士，门中对他的束缚已经极少，即便他还是结丹修士，身为瑶光的首座太上长老，便是凭着失信的名声也会断然拒绝。一个前途无量的天才弟子，一个娇蛮任性的落霞门门主之女，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抛开这些不说，如今的瑶光也不需要通过牺牲个人的幸福来获得他派的支持。身正行清，一个门派才能真的长久。不过呢，要是这些小辈自己能解决，那就更好了。刘商真君不动声色地翘起嘴角，看着怒容满面走来的莫倾城，阮玲秀竟然一脸平静地笑了笑。你想怎么样？莫倾城，生气了吗？愤怒了吗？我就是要你愤怒，要你赌心。失去理智的新娘子，在婚礼上大打出手的新娘子，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白心意难堪，这样的你就不难堪吗？明明我比你早一步遇到他，比你身份高修为强，凭什么这一切最终都被你反超？凭什么你能一脸甜蜜地挽着他的手，在我面前大秀恩爱？看着一脸倔强，脸上又闪过莫名快慰的阮玲秀，莫倾城垫了垫手中的板砖。这话问得有趣，你在我的婚礼上要抢我的夫君，却反问我要怎么样？难道说无耻也是会创纪录的吗？阮玲秀声音高了起来，不管你怎么想，我不过是要瑶光履行昔日承诺而已。已经回到地面的小狼目光一冷，眼中杀机隐现，利爪伸出，身子绷紧，就要冲出。火乌鸦用翅膀拍了他一巴掌，别乱动。小狼猛地扭头，困惑地看向火乌鸦，小脚亦是一脸茫然，不解地问道：五月姐姐，那个女人太讨厌了，你为什么拦着小狼啊？火乌鸦的身影含有的平静，主人会解决的。昔日承诺。莫倾城冷冷一笑，身影清脆响亮，谁人不知那承诺因何而来？你不是要自保丹田吗？快点啊，以后人们在歌颂如玉真君，就可以顺带地提起你。有人问，如玉真君是为了拯救万千同道不惜自保丹田，为何他的外甥女也是一样下场呢？就会有人告诉他，因为他外甥女想要当人小妾没当成，恼羞成怒之下就自保丹田了。呵呵，真是好本事，好荣光。人群中传来嗤笑，你……阮玲秀手一抖，人们的议论声虽低，却清晰地传入耳中，偏偏议论声又多，嗡嗡嗡的令他头脑隐隐作痛。
莫倾城嘴角含笑，摇了摇手中的板砖，猛然甩了出去。阮门主脸色一变，手一扬，抛出一物，就听叮的一声，一个金环把抛出的物件击落。叶天元与颊上仿佛凝结了冰霜，眸中没有一丝温度，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巨大的撞击声传来，板砖落在阮灵秀脚边，深深陷入青玉铺就的地中，阮灵秀脚一软，跌坐地上。莫倾城的身影传来，你要是舍不得下手，我的板砖可以帮你。怎么，想好了没？阮莲秀面如土色，运着水光的眼睛看向叶天元。叶天元，你看，这就是你心爱的女子，野蛮彪悍，哪有半点温柔贤淑的模样？叶天元看了一眼阮莲秀，轻声道：阮世侄大可不必为本君操心，清晨无论是什么样，都是我的妻子，别的女子再温柔贤淑，那也和本君无关。还有，阮世侄，本君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听到你直呼我的名字。他的身影清冷疏淡，如冬日的冰泉，却清晰地落在每个在场女修的心上。那些本来见了叶天元心神失守的女修，神智渐渐清明，看向他的目光由迷恋转为欣赏。能持请柬参加婚礼的各派女修，几乎清一色地结丹以上修为，对叶天元这样的男子心仪很正常，可在如此清楚地知道他的心思后，又有几个人会像阮莲秀那样执着呢？注定得不到的，那就没必要费神。看着花容惨淡的阮莲秀，莫倾城半点同情心都没升起，伸手把板砖招回，淡淡道：阮莲秀，你要是但凡有一丁点自尊，就别拿着如玉真君说事儿。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我不揍人，以后你若是不死心，当着我的面就对我夫君自荐枕席，那就别怪我见你一次揍一次。清晨，我送你回新房。叶天元揽住莫倾城的腰，轻声道。莫倾城点点头，二人一同往南边走。那些本该陪伴新娘子的女修愣了一下后涌了上来，簇拥着二人一同离去。阮莲秀看着众人渐渐远去的背影，高声道：莫倾城，总有一日我会打赢你。莫倾城停住身子，并没有回头，声音响亮清澈的传来：风大，你还是早点洗洗睡吧。许多人不明所以，只觉得这样厉害的新娘子还是第一次见，实在是大开了眼界，而意会到这句话意思的修士却是低声地笑了起来。把莫倾城送回设在流火峰偏峰的新房，众女修把叶天元赶了出去，新郎官要去厚德峰大广场喝酒，新娘子则端坐床榻上开始收同门师姐妹们送的贺礼。到后来众女散去，只剩下交好的段清歌，匆匆从夹心海赶来的罗蝶君与墨家姐妹。小十六，你也太心慈手软了，那种女人拍死了干净。墨染衣恨铁不成钢地扫了墨倾城一眼。墨倾城嘴角一抽，师姐，咱别总把魔修那一套拿出来行吗？墨飞烟冷冷清清地站着，淡淡道：那样的人不理会就是，不值当的脏了手。墨染衣冷哼一声：是是，就你清高。墨宁柔看着两人又吵了起来，头疼的眨眨眼：师姐，你不要这样莽撞，那阮莲秀是落霞门门主之女，真有个好歹，不知有多少麻烦。清晨，要我说，今日你就不该出头的。流伤真君、玄火真君还有和光真君，他们定会站在你这边，更不要说洛阳真君了。莫倾城终于抬起头笑了笑：十四姐，我懂你的意思。莫年柔讶然：既然你都懂，为何还……莫倾城靠着床榻，眼睛自在地眯起：懂是一回事，怎么做
又是另一回事。不错，当时我是可以静静的等着，等别人为我出头。这样一来，既不费吹灰之力的解决了麻烦，又落得了温柔贤淑的好名声。说到这里，嘴角翘了起来，带上一丝嘲讽。可是，我为什么要等别人替我出头？阮连秀抢的是我的男人，闹的是我的婚礼，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好名声而让自己憋屈郁闷？莫倾城说着，目光看向后德峰的方向，俏皮的道：反正我已经嫁出了，又没想着当万人迷，让所有男子都拜倒在石榴裙下，这样挺好的。莫宁柔怔了怔，半天才叹道：倾城，你总是比我看得通透，活得随性。莫倾城目光灼灼地望着莫宁柔：十四姐，只要你愿意也是可以的。很快到了晚上，叶天元酒意微醺，带着一身的秋露走进新房，段清哥几人说笑几句就识相的散去。叶天元一双晶亮如寒星的眸子就定定地向莫倾城望来，莫倾城看不到，却能感觉到他温柔如水的目光倾洒在自己面上，不由得喊了一声：天元。叶天元再不迟疑，大步走到床前坐下，揽住了莫倾城的身子，浓厚的酒气瞬间把他包围。你喝了多少？莫倾城顺势靠在他肩头。叶天元低声笑道：放心，醉不了。说完把怀中人抱得更紧，下巴摩挲着他的青丝。倾城，婚礼变成这个样子，让你受委屈了。莫倾城不以为意的笑：委屈什么？当时的郁闷当时出了也就得了，多大点事也值得我记在心上。看着他的如花笑面，叶天元一怔，脱口而出道：要喝水吗？啊？莫倾城有些摸不着头脑，这话题转变也太快了吧。叶天元已把一杯茶塞到他手中：说了那么多话，润润口。莫倾城虽觉得有些想笑，但还是听话的抿了一口茶，刚一放下，就听叶天元又道：要不要吃点什么？不饿。那累了吗？我帮你揉揉。不累。要不我们出去走走？莫倾城抚了抚额头，咬牙道：师叔，你到底怎么了？叶天元听到师叔二字，瞬间涨红了脸，又无奈又尴尬地看着他。莫倾城抿唇：你要不说我可先睡了。说着就要躺下，却被叶天元一把拉入怀里，声音极低地道：倾城，双修功法我弄到了。听着他尴尬的身影，莫倾城扑哧一笑：师叔，你现在知道上修功法不是春。话未说完，就被叶天元的唇堵住了。浓郁的酒气夹杂着特有的清凉气息袭来，莫倾城张嘴想说什么，对方的舌却滑了进来，灵巧地卷起香舌共舞，直到二人皆是气喘吁吁才停下来，身影有些压抑的道：倾城，不许喊我师叔。你本来就是。莫倾城忍不住逗他。叶天元小腹一热，抱紧娇软的身子：叫我天元或者师兄。莫倾城微微侧头笑道：偏不，就叫你师叔。叶天元暗吸一口气，却再也压抑不住，俯身吻住那比桃花瓣还要娇艳柔软的唇。因为看不到，身子反而更加敏感，那些吻密密麻麻地落下，莫倾城觉得身子仿佛起了火，忍不住扭了扭。叶天元身子僵住，比铁还要坚硬的灼热直直抵住了他的小腹。莫倾城闭上了眼睛，睫毛微微颤着，一颗心仿佛化作了春水，流遍全身。叶天元一双大手在他银白如玉的身子上游走，像是带了魔力，掀起一股一股的热流。
莫倾城不自觉地紧紧抓住他的手。68集，叶天元低了头，轻吮着他的手指，但芊芊玉指下意识地松开，大手一路向下，轻轻抚弄着露珠盈盈的桃花源。见身下的人缓缓放松，手指忽然探了进去。莫倾城不由弓起了身子，低呼了一声：“师妹，叫我师兄。”叶天元附在他耳边呢喃着，莫倾城咬着唇，偏不叫。埋藏在他深处的手指温柔而有力地动了动。莫倾城深吸了一口气，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些？叶天元一遍一遍地亲吻着莫倾城的眼睛，见他眉头微蹙，强自忍耐的样子，再也舍不得他受煎熬，腰身一沉，进入他体内。师兄，莫倾城唤了一声，猛然抓紧他的肩膀。叶天元抓住莫倾城的手，十指交缠，低吟阵阵，大红的幔帐剧烈地晃动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天上的满月悄悄躲入云层，室内一片墨色，却遮不住旖旎春光。一个和叶天元眉眼如出一辙的小小婴儿从他眉心飞出，没入了莫倾城体内。师妹，放松些，一切都交给我。叶天元凑在莫倾城耳边低声说着，闭上了眼睛。小小的婴儿进入莫倾城体内，很快就到了他识海深处，找到了有些萎靡不振的元神。婴儿的脸上露出一抹心疼，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暗淡的元神搂入怀中，随后盘腿而坐，宝相庄严。莫倾城全身迅速布满红晕，站立起来。那一瞬间，他的眼睛就清晰地看到了体内情景。师兄，倾城，不要紧张，这是双修的第一步。叶天元的声音传来，却不是进入莫倾城耳中，而是直接在他心头响起。莫倾城有片刻的呆滞。倾城，怎么了？莫倾城怔怔的道：“师兄，你说什么？这就是双修？”叶天元的身影有些懒然低了下来。这一次我不会弄错的，你放心。莫倾城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他放心？他能放心吗？如果这就是双修，那他当初和罗玉成算什么？二人元神相拥，比这肉体的结合还要亲密。莫倾城这一瞬间的情感都毫无遮掩地传到了叶天元心里。叶天元的心跟着一沉。师妹，你怎么不开心？莫倾城心如坠入了冰窖中，彻骨的寒。感受着叶天元的心跳，发觉自己根本无法做到隐瞒。师兄，我与人双修过。一股尖锐的疼痛从对方体内传来，直直撞击着他的心脏。叶天元深深埋在他体内，僵硬着一动不动。莫倾城只觉得无言以对，伸手去推他，血珠从对方紧咬的唇上跌落下来。因为元神相连，莫倾城看得分明，惨然一笑：“师兄，你起来吧。”叶天元双手箍住莫倾城的肩膀，良久轻声道：“师妹，你别推开我，你嫁给我了。”莫倾城闭了眼，晶莹的泪珠滚落下来。叶天元有些慌，吸吮着他的眼泪：“师妹，你别哭，我不在意。”“你撒谎，若是不在意，为何你的心在疼？”叶天元把莫倾城抱得更紧，低低道：“那是两码事，只要你是愿意嫁给我的，那就够了。”
莫倾城搂住他的腰，把和罗玉成的那次意外说了出来。叶天元有片刻的呆滞。就这样？莫倾城气得捏了他一下。什么叫就这样？沉默良久，叶天元低声笑了起来，边笑边道：师妹，你总说我笨，其实你也强不到哪儿去。什么意思？叶天元看着他呆愣的模样，心中一荡，狠狠地召集了一下。那不算的。说完，在莫倾城的怒视中，把双修功法讲解了一遍。师妹，你现在懂了吧？莫倾城没有反应。师妹。叶天元又唤了一声。莫倾城捂住脸，喃喃道：别理我，丢死人了。也许是涉及到自己，这才乱了阵脚，却忘了罗玉成又怎么会趁人之危呢？叶天元含了笑，让自己进入得更深，低喃道：傻丫头。莫倾城被笑得难堪，来了脾气，一翻身把叶天元压在下面，恶狠狠地道：不许再提。说完半闭着眼，款款摆动纤腰。叶天元抽了口气，闭着眼，任由那丫头在自己身上胡作非为，直到一股股的快感冲击得他心神几近失守，停留在莫倾城体内的小小婴儿下意识地运转起双修功法来。那小婴儿紧紧环抱着莫倾城的元神，嘴巴微张，吐出一团团的光晕。莫倾城的元神沐浴在光晕中，不停地站立。元婴拥抱着小小的一团元神，一寸寸地亲吻起来，边亲边搂得更紧，吐出的光晕把二者包裹其中，二者之间慢慢没了间隙，到后来紧交融在一起，分不清哪一部分是叶天元的元婴，哪一部分是莫倾城的元神。二人已经失去了主观意识，完全凭借着本能交叠在一起，进行着最原始的律动。那种犹如登上仙境的美妙之感，却传到了二人灵魂的深处。那是一种快乐到极致，灵魂忍不住要哭泣的感觉，难以用言语描述。不知过了多久，元婴和元神才从彼此内部缓缓退出。和叶天元面容一模一样的元婴，嘴角含着笑，神采奕奕，带着说不出的满足。而莫倾城的元神也比之前要精神丰盈了许多。当元婴和元神之间连接的那条细线断开时，二人俱是神魂一震，身体已达到了顶峰，随后同时睁开了眼。看着莫倾城一双桃花瞳中清晰地映出自己的影像，叶天元亲了亲莫倾城的额头，身影有些发哑。倾城，你看到了？莫倾城点点头，那种难以言说的余韵在体内缓缓退却，令他有些不敢与他对视。相拥了一阵，二人心境平和下来，才起了身。谁晓得出门后，在众人暧昧的眼神中，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距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了。当遇到第 N 个男修以眼神赞赏叶天元的神勇时，莫倾城再也忍不下去，飞回了房中。外面很快响起了敲门声，莫倾城有气无力地道：别敲了，反正我不出去了，就说我闭关了。一个柔柔的女子声音传来：倾城，是我。莫倾城坐直了身子：十四姐。边说着边打开了门。莫宁柔走了进来，看着莫倾城扑哧一笑：倾城，你气色好了许多。莫倾城红着脸咬牙切齿：能不能换个话题？莫宁柔这才收了笑：师姐在你们婚礼第二日就离开了，今日九姐也打算走。这么快？莫倾城一震。莫宁柔轻咳两声：不早了，这都过去快半个月了，本来九姐也是早就要走的，
就是想再见你一面。好了，别不好意思了，大家都替你高兴呢，我们先回落桃峰见九姐吧。莫年柔推了推莫倾城，出了房门，莫倾城带着莫年柔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飞离了流火峰，直奔落桃峰而去。和落桃峰的众人寒暄过后，在莫飞烟的示意下，莫家姐弟进了一间房。莫飞烟开门见山道：倾城，你应该收到消息，我曾经找过你吧？嗯。莫倾城点头：正好你们都在，我想说一下这些年打探到的一些事儿。莫飞烟性子冷，话也不多，在几人的灼灼目光下直接道：洛霞门有一脉擅长占卦观星之术，我少时被师父带到洛霞门，结丹后知晓门中有一处禁地设有观星台，而我们墨家的灭门便是与这观星台有关。是吗？我们墨家灭门和洛霞门有关？莫年柔掩口惊呼。莫飞烟淡淡看了他一眼：是和洛霞门的观星台有关。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了莫倾城一眼，继续道：那一脉有一位千年前就布置下落的祖师，于占卜观星之道甚有天分，他留下的著作已经是门中宝典。百年前洛霞门密地的观星台上忽然降下一道神谕。神谕？莫倾城心中一跳。莫飞烟就看向莫倾城：十六妹知道神谕？在场的都是血缘亲人，莫倾城也不隐瞒：我不仅知道神谕，还知道东部五州内五州出现的玄天造化境亦是由一道神谕而起。见莫飞烟、莫年柔与虎头俱都望着他，笑道：这事说来话长，还是先听九姐说落霞门的事吧。莫年柔见莫倾城几人都晓得神谕的意思，唯有自己茫然无知，想要开口询问，嘴唇张了张，最终还是垂头不语。莫飞烟瞥了莫年柔一眼道：上古时期白日飞仙的故事很多，神谕就是那些飞升仙界的修士通过某些途径把一些讯息或者宝物破裂时空送到和自己相关的凡人界修士手中。不过落霞门观星台降下的神谕是从灵界而来，传下神谕的人正是那位祖师。这道神谕和我们墨家有关？墨倾城平静地问道，却有一种沉重的感觉，仿佛有个秘密就要真相大白。莫飞烟深深看了莫倾城一眼，淡淡道：不错，准确地说是和第一道神谕有关。虎头瞪大了眼：九姐，你是说落霞门接到两道神谕？莫飞烟静了静，神色清冷中透出些晦色，一字一顿地道：不，落霞门只接到第二道神谕。啊，那第一道神谕哪里去了？莫年柔看着莫飞烟冷凝的脸色，心不自觉地提了起来。莫飞烟唇角勾起，冷冷一笑：也许是灵界的那位祖师破裂时空传下第一道神谕时已经耗费了太多力气，这第二道神谕只有六个字：错传灵境速寻。莫倾城挑了挑眉：九姐，这么说这第一道神谕落入花千树师徒手中了？莫飞烟似是赞赏地看了莫倾城一眼，缓缓道：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因为有那位仙祖留下的灵物，门中派遣我师父皓月仙子前去追寻，那道神谕就出现在仙魔虚。只是当师父赶到时，神谕已经被恰巧途经那里的赤魔宗堂主白芒真人，也就是花千树的师父得到了。
师父就与白马真人展开了激烈的打斗，而神玉却在二人打斗时被毁了。难道说皓月仙子以及落霞门并不知晓第一道神玉的内容？莫千尘虽是询问，神色中却流露出质疑。若是不知晓，为何瞒着其他门派挑起盗魔之争呢？